在这边也要呼应我们所有的这个乡亲哦，疫情期间还请大家配合我们中央防疫中心的一个规定，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室内80人，室外是300人哈、哦。那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是做小生意的，比如说你是夜市啦、啊，或者商圈啦、啊、等等，我们现在要开始推广所谓的这个啊。台湾配哈，那申请台湾配，第一个先有100块，那如果你的那个5000块钱的5倍券，届时可以增值到5800哈。那做生意人只要一样，因为现在很怕有接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这种物联的一个方式来达到我们的这个付费哈。那造成说大家能够轻轻松松看齐，又能够很安全的来防疫，还是要拜托大家，疫情期间务必要遵守我们的防疫规则。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还没有打疫苗的，请上1922平台快点预约哈。最近陆陆续续疫苗有进来，那你有预约，我们才会有疫苗来替大家。那一起做好防疫，我想我们很快就能够正常生活。